样东西，但是我接受了之后呢，我会写出个字幕打出来教你怎么做。其实那样东西，我对你说，是我家传之宝来的，真的很好用。当我们不舒服、发烧啊、呕啊、吐啊，或者即觉得个人晕啊、什么不舒服的时候，就是用那个方法。那种就是一种姜来的，一种姜，我将它一个窝子炒的这个样子的，这一点呢，我就用字幕来打给你们看的。为什么？那些姜呢，是完全自己用个炉来烘干它的，所以变成呢，我有个方法烘，不是随便一种姜，只不过我跟你们说些，那种姜很容易，我将它放在杯里面。烘好像烘茶叶这样，不用煮的，烘水来喝，喝了之后就当一个人呕啦、吐啦、肚子不舒服啦、发烧也可以拿来烘水来喝，喝了之后就哇，你当你吃鸡肉也好，吃什么都好，它真的很容易令到你真的，你尝试过那种方法那种。姜你就知道它的好处，所以我家里当它是家传之宝。迟一点我会在旁边用字幕给你们看配合我这个姜怎么做呢，就是用我的窝炒出来的。 OK， 迟一点看我的字幕啦，拜拜。